距离上一次在练习室练舞过去了73天。现在在浪山乌鱼江，然后在一个竹筏上要拍那个将军石，但今天雾气有点大，有点冷，挡不住唱跳的热情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头。什么事都想去，在杜甫草堂的时候也是这首诗。你先解锁800个胜券。其实滑一滑呢，是张栋梁抬头对上期盼的。听一下啊。现在先坐着就好了，我们再往里面去一点。这里往上去。北京见。拜拜。准备啊，来准备啊。我看镜头吗？看镜头。看镜头。挺好的，可以再松一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OK， 很好。OK， 我们过走吧。可以了，全往上去。拜拜。来，辛苦，我们往上去啊。再去啊！刚嘴那么甜，稍微，再来一次啊！好，来第二遍，开机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我的列车就要抵达。江水边藤蔓头架，不禁往来多少事。3、2、1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新年快乐！举起手，吐掉江雪，独酌一壶酒。
好香啊！好香啊，蚊子都饿了。好了，你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。拜拜。我们叫他走，我们走。你要不要跟杜甫老师？我们可以啊。我们要不要跟老师一起走一下？因为他也是有一些走位的。打打打，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。